本案发生后，依据相关事证，锁定朱姓嫌犯涉嫌重大，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来追查，并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。感谢刑事警察局、国道公路警察局、彰化县、嘉义市、台南市、屏东县、花莲县等县市警察局与桃园市政府警察局通力合作，顺利于今天晚上6:30左右，在国道3号北上277公里处，拦获苏姓男子所乘坐的车辆，全案将依照杀人罪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。